如果当兵的都饿死了，我们就会亡国。高士君，君的兵力何如？看准时机，也可先发制人。 A large bed is imminent. 日军死伤800多人，我军死伤5000多人。大子娘个球，折不折？这里真饿死人了。委员长从缅甸前线来电，让我们有序的撤出河南。长官，委员长是答应了还是答应了呀？当然答应了，答应了。那咱往后跑啊！彼らに食料与えたならどうなると？君を助け。